number 9 from Taiwan, we have Mon Jong Kao. 开心到掩住脸，几乎不敢置信，深深一鞠躬，开心的眼泪不停在眼眶打转。来自台湾的选美佳丽高曼荣一举在印度夺下选美冠军。开心戴上后冠背带，台上接受表扬。高曼荣拿下生涯第一个世界选美冠军，写下个人纪录，还得到才艺小姐第一名。国服走秀环节也直接穿上精致代表台湾的传统服饰大秀台布。后来机智问答环节也顺利过关斩将。闯进六强的时候就想说，这个要用机智问答选出前三名，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吧？那这次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得冠军。原因是因为这次的比赛它非常的难。高曼荣2017年荣获台湾小姐选美冠军之后，开始代表台湾参加世界各地选美。只是两年前到马来西亚参加亚洲环球选美的时候，遭到中国打压，在最后一刻准备上台前被拉住，当时被要求待在台下，一度让高曼荣委屈落泪。这回好不容易才成功血耻。今年是我参加选美的第11年，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。发现这11年来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国家，然后发现选美其实不单单只看外表。回忆路上遭遇不少挫折，始终坚信自己做得到。这些年高曼荣也跨界中信兄弟啦啦队，用乐观态度面对一切，一举摘下世界选美皇后头衔。他也骄傲大喊：台湾我做到了。三立新闻高官宣萧阳明台北采访报道。